你说什么？我们怕那个，我得谋杀个。臭小子，还想挨打是吧？哼！他奶奶的，他们谁敢反抗，就给我打！ 难怪你们敢反抗，原来请了个保镖啊！我来佛山开武馆，你们就排挤我。今天你又要来管我，他奶奶的，你非要感觉我吗？没人要管住你。叶问，你试过每天吃不饱饭吗？家阵人人都冇一餐饱饭食噶啦。我来佛山的第一天，我说过。 我不要再挨饿了，我不会再挨饿了，给我打！ 上啊！上啊！